么山在水上春晚。收看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播出2013年辽宁卫视年度巨献大型季播娱乐栏目《本山在水上春晚》，再一次欢迎大家，欢迎各位。经过上一周的角逐哈，本山老师六组弟子已经有五组，整这大声干啥？你能听着啊？多扰民，你说啊！老梁点评的好。呀，这沙发让你造的，刚收拾完又造这样，天天就搁这萎呀！哎，起来收拾收拾，往那边躲躲。啊！我让你往那边躲一躲。你爱的人是你和我，什么？这是啥呀？听哪去了？我让你往那边躲一躲。老伴儿，我知道你爱的人是我，不用老表白了啊。嗯，我看，看人在人上春晚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粉山都老了。一天这差咋的呀？我一天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啊，太费劲。朋友们跟他交流，那可真是太费劲了。我说城门楼子，他听个胯骨轴子；我说烟袋油子，他能听个特务头子；我要说大马猴子，哎，他能听个驴粪球子。谁前列腺长瘤子？谁呀？看你电视吧啊！那得治啊。谁？你爹呀、啊、是吗？我跟你说话真闹心啊。啊，那行。我说啥了？你行啊，晚上咱俩别喝那么多，干啥喝半斤呢？咱俩一人喝一两得了，活活血，不喝半斤呢，喝多迷糊啊。老伴儿啊，我说你能不能别把我说的话想的那么美好啊？那喝白酒可以吃烧烤啊，行啊，你整啥吃啥的。你纯是个彪子。烤俩腰子啊。腰子去。我说你胡。那腰子还不补啊？补的有啥用啊？在那试试啊？你还有啥想法啊？你能不能不说话？咋呀？没喝就多了，还要亲我小嘴巴？你这是？哎呀妈！这个老死头！儿子。妈，你咋回来了？想我妈了呗。就嘴儿好，这都大半年了，你也没说回来看看吗？妈，你看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儿子，我爸呢？那不搁那儿呢吗？这耳朵越来越聋了，你说你进屋真大动静他都听不着，快进屋儿子、哎、快点。那小品，你别长大，我看小品呢。老伴儿啊，你看谁回来了？啊，儿子。啊，儿子。耶、yeah! ！慢，我儿子啥时候回来的？慢，你回，儿子瘦了。儿子，你啥时候回？没给爸打电话，爸上车站接你去。不用爸，刚回来。儿子，没事，你常回来。哎，爸妈惦记你。是。尤其你妈呀，想你想的眼睛都花了。哎，你进门都没看出来，说你村对门那雷子、哎，这不是咱儿子回来了吗？我啥时候
多说对门雷子了。你看，才看今儿是这个儿子。老伴儿，赶紧整饭，整饭，整饭。你吃啥？妈给你做起来。整饭啊！我儿子包局了。你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？呀，还给妈带礼物了，一串项链。当你爸面就敢送你妈后老伴儿？不是爸，是项链。咋的？啊？项链。什么玩意？项链，给妈买的。这不项链吗？嗯，给我买的。给我妈的。啊？给我的。给妈带上。给我的。啊，哎，有点花的。爸，哎，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？头套给拽掉了。好看，妈，啊，哎，我给你买了一个助听器，啊，助听器，对，当你妈面送我张曼玉好吗？咱俩上小屋中。不是爸，你这么说我不就听着了吗？体温计呀，啊，助听器还体温计，爸，看，给带上。这不助听器吗？我是说助听器吧。那，啊，你说体温计呢？那会带不？不是往那儿带的。大半夜，你快给带上儿子，他不会。那轻点，成啊，好了，成啊，开开了。我说，啊，买啥呀你？我哪喊了啊？别，你吵吵啥呀？吵吵到广场了，拿的，屋里有外人啊！别喊，嗯，别喊。妈，你也是，我爸这一直也听不见，他冷不丁的带这个助听器能听见，肯定是不适应的。这样说吧，这儿子，妈没事就吵吵，没事就吵吵，不老吵。对，儿子，妈都跟你爸过一辈子了，能跟他一般见识吗？对，我跟你一般见识。看见没，儿子，看见没？看你爸，我跟你说，儿子啊，我这辈子算回你爸手里了。自打嫁给他，一说话就抬杠，一说话就干仗。自打他耳朵聋这两年，这才好，这才听我说话顺耳。啊，你咋不说你天天跟我俩整甜言蜜语呢？啊，不是说爱的人是我，要不然就陪我整半斤，啊，弄俩烧烤补腰子，弄腰子还要听我小嘴巴呢。说你妈，磕碜！说你呢？说你啥时候那么说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亲你小嘴巴了？儿子没回之前，你没有亲我小嘴巴啊？行了，儿子回来了，我高兴，不跟你置气。对，妈，咱高兴啊。嗯。哼，置气？咋的呀？老陈太太跟我哥过这些年，家挺委屈你的呢。呀，那咋的？那我还降服了？我今天就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要不看我儿子的面上，早就跟你离了。那你也给我听好了，不差儿子是老大，我能跟你过到今天，我都是你儿子。爸，你说啥呢？爸，说你。那咋的？听你说这话，过到今天后悔了呗？后悔，咱不说那伤感情的话。但是我过去那几个对象哪一部比你家那几个？那咋没都娶回来呢？我忙事业。忙，啊，我爸那是爱你吗？别听你爸搁这瞎说，你咋没说人家嫌你有毛病呢？那第一个嫌你爸长得丑，第二个嫌你爸长得胖，第三个嫌他说话爱抬杠。抬杠哪的抬杠？抬杠抬杠，你抬，咱俩抬一辈子抬杠，你不挺好玩的吗？抬杠啊。好啥呀？那没气死我？生气，把这辈子过去挺委屈你是吧？嫁给我这大帅哥，你咋的？你上，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，帅哥！我觉得我爸挺帅的。就你爸这模样还帅哥呢？帅呀，儿子，妈跟你说，想当年追你妈那小白子，人那才叫帅哥呢。小白子？啊，就咱物业那白主任呢？嗯。哪是他呀？那谁呀？就得楼下锻炼身体那白莲灯。啊，哎，啊，你现在儿子你没看着吧？嗯，啊，那现在小造型可优雅了，左手六，右手七，左膀高，右膀低，
左脚拉胯，右脚踢，一脚照1.6米。哎呦，爸，爸，爸，慢点点，你干嘛？饿了。你爸的体格，你爸的体格。我就告诉你，人年轻前不这样。年轻他也没好哪去呀、啊，年轻。再不好也比你强。行了，妈。咋的？听你这话茬，你俩这是死灰复燃了？说激情要燃烧老岁月了吧？说啥呢？啊，你这老死头子，能不能别搁这胡说八道？说清楚了。儿子，看见没？看你爸说的是人话不？不是啊。爸，说你爸不是人话是吧？不是，爸，我说走嘴了。我还走手了呢。爸，你要拿手枪走我，还病死我了呢！你看，是我错了，你打得好，小犊子，打得好吧？行，你爹不是，气坏身体了，行，不怪我，打得好吧？惯你，妈，妈，你算了，你看你刚才不好好的吗？这一会儿又吵起来了，这不看你回来了吗？有人给撑腰了呗？不是，妈，我觉得吧，好像是这个助听器惹的祸，我试试啊。干啥呀？你跟你妈学呢，吓死我的！这助听器戴上以后感觉怎么样？耳朵是好使，心脏坏了。干啥一鼓一鼓的？小点声。质量有问题，我给你换个新的吧。换新的？啊，换个新的。换新的也行。换一个。哎，儿子，我爸换。儿子，还是给你爸戴上吧。大不了妈不出声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你说啥来着？就对了，总这样。哎，跟你妈说实话呗。啊，我妈说啥了？你妈说我长相谢霆锋。哎呀，我年轻有头发，帅。我妈是，我年轻也大鼻子，帅的。哎呀，现在都没了吧？啊，我看你还像谢丽婷呢。没有我你不行吗？哎呀妈，哎呀妈，老死头子啊！你能不能不说话啊？呀，这又要亲小嘴巴了。你没发现吗？我爸爸他听不见的时候，你说啥他都往好了去想。戴上这个助听器能听见以后呢，你一说话他就给你抬杠。要我说还把这玩意儿退了。不得儿子。啊？别退了。为啥呀？儿子，你看你爸这么大岁数了，没有什么爱好。耳朵听不着吧，还就爱看那个电视，就爱看那个叫什么本山选谁上春晚那个节目。哎呀，这家乐得嘎嘎的呀，看完直播看重播呀，那家伙的。妈吧也不想让你爸啥也听不着，儿子还是给你爸带上吧，大不了妈少跟他唠几句嗑。是啊。谁呀？谁要唱歌啊？爸，我说我要给您唱首歌。唱啥歌啊？最浪漫的事。谁唱啊？我唱啊。你那歌唱的不中，你妈唱的好。是吗？老伴你给整整这。妈妈唱。就金志文这个，就我这样看你唱啊。唱唱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收藏着点点滴滴温柔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摇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能和那一起我的歌吧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干啥没看我？